调团队执行海口封山计划，规划改造老街中山路，包括分局头前的医馆。新的医馆以蚵仔片做造型，加上各种海洋元素，展现出在地特色。那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是，民众给予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，蚵仔片的概念去做我们台西地方的地方的人，不管在多么艰难的环境里面，其实都可以开出一个很棒的果实。在地居民嘛真满意新的一款，拢讲新的一款看起来真有活力。是吗？我眼里有够水的咯，看有啦，海浪啦，还来蚵仔片啦。赞赞赞！甲较早印象当中的台西做无同呢。基台台西新的一款也使变作在地新地标，好过啊！侪人来熟悉海口。我是林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